做成的新英雄穆萨，印有穆萨的衣衫销量一定会飙升，因为他来了斯托克城。穆萨最近的表现非常好。我说我们寻找阿麦德也有一定时间了，叫阿麦德穆萨似的。我很满意能签下他，他近期的表现非常优秀。说到球衣销量啊，贝塔就是FIFA 17的时候对总经理啊有这个球衣销量的一个要求，比如说一到两个赛季你的球衣销量要达到几千万。然后昨天我玩了一下，我买来博格巴之后瞬间球衣销量就这个达到这个赛季目标了，赛季目标是几千万吧，我印象中买来博格巴可能踢了一场比赛扭头就完成目标了。哎，那天这个昨天这给我跑疯了，他速度多少啊，妈冲刺速度72加速56，然后我边后卫竟然追不上他，这是哪儿，俄罗斯，不去沃尔城，我们还是模拟过去吧，希望不要再输了，加油。哇塞，开场一分钟就1-0，你是跟我开玩笑啊？还好沙奇里扳回来一个球，穆萨点球射失， Come on，这模拟起来这么难吗？主场哎，穆萨，加油！谁再进一个？基舒南，穆斯托尔，刚说他已经下去了。穆萨 ，yes， 坚攻不过，2-1，拿下。哎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这场比赛赢之后，我们已经攀升到第7了。虽然这个想追前5名有点困难吧，但是在6-7名晃悠也不错。哇，前5名的球队积分都是一样的，这也太夸张了，而且赢球输球平球的这个场次也是一样的，又跨了门将。好啊好啊，今天比赛主场客场，客场自己踢一个吧，直接找穆萨。嘿，玩一个无球杀人谎能过去，结果人后卫就站在我眼前。滑疼，哎，加了补丁之后，这个防守划水好严重啊！穆萨，哎，又是门将。这次穆萨，哎，猪 ，no。什么？我靠！明明你在我身后，我射门的时候你怎么断的我？我明明把你过了，对不对？穆斯托尔 ，yes， 终于进球了，1-0，平均每场比赛进一个球，我天啊，90分钟啊！啊！你们都聊什么了？刚才？终于进球了，利兹联，哎，利兹联呐，不过联赛杯真的觉得不是多么重要。提出什么请求？给我上场机会，你都36了，你还上什么场？退休算了，不让你上场就是你不符合我的战术需求，不想走就退役去。利兹联的联赛杯还是模拟过去吧，换到替补的替补，还没有替补替吧，替补阵容，没准也能赢。看利兹联有谁？莫瓦特、波塔卡、库克，哎，都还在啊。迪夫删了，哎，人家还发出一个点球，这哪和哪啊？2-0，库克进了个球，捏，跳过了，3-1，烂，博塔卡也进个球，哼，利兹联三大主力各进一个，你们觉得我在影射小猪吗？我就是在影射小猪，拿着差不多全队第三高、第二高的薪水，教练说了，你不符合我的战术需求，还不愿意换球队，这不相当于拿着钱不干活吗？问题是您的受伤，您倒是好好在曼彻斯特恢复啊！满世界溜达什么？主场对纽卡斯尔，纽卡斯尔排在第几啊？纽卡斯尔快降级了，模拟过去，加油啊 ！Yes， 10分钟对方右后卫就被红牌罚下去了，坎贝拉。这个纽卡斯尔确实没什么人了，不过你们还不进球吗？人都罚进一个人了，我们11-10哎。行不行？
就是你们行不行？又被罚了一个，11打9了，还不进球，这模拟真是无语了。模拟程序谁写的？拉去毙了吧！经纪人说是专业权，他很高兴能为西布拉姆维奇效力，他就说不会走呗。24岁，速度什么看着还不错。经纪人，什么经纪人？这是足球经纪人，不是演艺界那帮经纪人。这直塞跑他都不能给，哎，又不能传中。今天这个分子做的应该算失败了。啊，中间没人呐，走了，沙奇里。哎，你等多长时间啊？为什么感觉沙奇里站这么靠前呢？主要今年不爽地方其实就是进攻多样性不够呗，直塞也没有，传中也没有，踢来踢去的就是短传和禁区扭扭扭。而且到后期大家都知道，比如像什么直塞啊、短传都用不了，大家也都不用了，等于游戏的可玩性降低了。裁判 ，yes， 让你铲我点球，哈哈，切尔西还攻出来了，点球，才给他黄牌。呀，门将没有动 ，yes， 穆萨是不是都可以竞争一下最佳射手了？进去，穆萨，认真的吗？认真的吗？你刚才叫射门吗？没体能了，射门，头球。一堆机会就是不让射，耶！五星小人又涨了73了，耶！派到世界各个地方，英格兰为什么不给我汇报？没有更新吗？可用，可用。那你去法国吧，五大联赛啊，还有意大利，去法国还是去意大利？去法国吧，法国吃的好一点。玻利维亚，你大爷！又国家队，委内瑞拉，去死啊！去死啊！去死啊！曼联主场还是搞一下啊，曼联最近可好啊。鲁尼，亚当姆是谁？用亚当姆代替我吗？而且有门将啊，门将庄斯顿怎么上来？轮换吧，他才60多。机会来了，地下停球都是什么呀？活被你追上了，错射，哇，没有补进，还真花了几千万然后就退役了。后卫射门，靠，我来门将会脱手了。裁判，混蛋裁判，你大爷的！非常能加入打裁判的环节了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射门 ，yes， 1-0，阿马迪进球了。曼联压的真好靠前啊！布林德竟然在这个情况还往前突，左脚有搓射，又是反击的机会，基舒拿搓射进了 ，yes， 2-0，这球算不算了？捡便宜啊！打强队就是真爽，强队都攻出来，反击一打一个准儿。我爱打强队，别倒地啊，鲁尼！我去，no！防守失误。亚当姆到底是谁呀、啊？而且他穿鞋为什么能左脚穿一只，右脚穿一只？
我也想这样穿。新加的吗？哎，又被晃。没犯规。击中了。大意思。击中了。Yes。哎呀呀呀呀呀，要过去，要过去。我控着球呢，我控着球呢，吹我犯规。夏西里，你怎么不去死呢？穆萨，穆萨，在传给中间，这次进了吧 ？Yes， 3-1，终于进球了，记住啊！门将感觉腿都快折了。哎，蓝色小手套前锋上来了。可惜都90分钟了，耶！主场战胜曼联，还不错一场比赛。我们战胜曼联之后呢，超越曼联，排在了联赛第四，这有些夸张了，超乎了我的预期啊！射手榜上，穆萨凭借6个进球排在第四，鲁尼有9个进球，穆勒人呢？助攻榜吉鲁竟然排在第一，竟然有4次助攻。马斯图尔也有3次助攻，阿马迪也有3次助攻，还是表现非常不错的。阿马迪是一个非常好的签约，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两个禁区之间的中场，防守也可以，还有助攻，非常好。